呱呱呱呱呱呱！嘿，天竺鼠姐姐，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还在哼歌啊？哼哼，太阳哥哥，我跟你说，今天呢、有两个超萌的双胞胎，而且他们是夏威夷女郎。等一下，我们要一起跳舞哦。那跳什么歌啊？待会儿进去就知道。Go， 他是洋洋，他是婉婉，他们是双胞胎。超萌的双胞胎，婉婉和洋洋，今年4岁，平常最喜欢唱唱跳跳，也很喜欢穿蓬蓬裙哦。你们今天穿成这样子，很像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夏威夷，在披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来介绍他们的衣服好。好啊，好啊。往前面一点点。一点点。听说这个衣服是你们自己加工，然后自己做的，是不是？哇，纯手工。是。那你可以跟我说一下，这衣服是谁陪你们一起做的吗？阿公。还有嘞，还有嘞。还有。哦，妈妈手上的这个是谁做的？妈妈做的，爸爸有帮忙吗？爸爸有，爸爸有帮忙。裙子是爸爸做的吗？哦，原来爸爸是帮他前世的情人做两件裙子。好，那我们来欣赏他们厉害的表演吧。恰恰恰非常的可爱，不过现在他们换了一套崭新的衣服，要来看看他们的三连拍是不是也可以更厉害更可爱哦。让我来教教可爱的三连拍吧。准备最漂亮的三连拍，第一拍小花，小花，耶！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大爱心。哦，再来再来，第三个小爱心，啾咪，送给你们，做一道。那再追加一个，可以两个变成一个大爱心。哦，牵起来，手牵起来。喂，好可爱哟、哦！那我们也回家录。哎呦，哇，双喜！有吗？很好，拍拍手。宝贝大明星成功，恭喜你们过关，帮我们拍拍手。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画完线条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红橙黄绿蓝靛紫，好多颜色，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加油！
油，加油！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哇，美丽的摩天轮完成了，一起来玩吧。小小音乐家，叉叉又圈圈 ，n 圈圈又叉叉，叉叉圈圈小小娃娃超级爱涂鸦。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一二三四五啊，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运动我最行。叉叉又尖尖啊，尖尖又叉叉。家家尖尖层层处处永远出不及。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白白的脸蛋。橙黄绿蓝靛紫，妈妈最美丽。壮壮的手臂，宽宽的肩膀，柴米油盐酱醋茶，爸爸最努力。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一二三四五啊，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运动我最行。加加油，尖尖。尖尖又叫叫叫叫尖尖层层处处永远出不进啦。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找一找口袋里有什么小惊喜 ？LOVE， 变幸福的秘密。LOVE。
我背着一个大大的桶子，里面装的东西可以盖房子哦。你听，我努力工作，让你有温暖的家。聪明的小朋友，你猜对了吗？我就是水泥车。
知道我要慢慢长大，要飞到更高的地方。我知道我要快乐地长大，祝福在满天飞，有幸福的翅膀。微风轻轻吹，吹过了夏天，带着蒲公英满满的香烟。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我，说好了下次笑着再见面。请你慢慢飞，飞过了窗边，偷偷寄给你甜甜的思念。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我，约定好了的事要藏在心里。今天的悠悠点点名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小朋友，当你放学回家的时候，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洗洗手、放书包，还是脱外套呢？像西瓜哥哥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家的小狗狗一起分享在学校里面遇到好玩的事情。学习到分享是一件很棒的事哦，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悠悠点点名。我们下次见，拜拜。